大家好，今天要教大家怎么来装竹片。由于竹片的尖端非常的脆弱，所以在装竹片的时候，我会先建议大家先将束圈套上吹嘴，稍微的松开螺丝之后呢，你就可以将竹片放进来。整个过程中都不需要让手碰到竹片的尖端，确认左右没有凸出来，然后竹片上方的圆弧和吹嘴上方的圆弧都有对齐之后，那你就可以把束圈锁起来了。那束圈只需要可以固定竹片就好，所以也不要锁得太紧，这样会影响竹片的振动哦。